最近選舉管理委員會有一個很荒謬的建議，就說要規管網絡互聯網，他真的好厲害，我不知道他怎麼做，可能要學大陸那樣是找上幾千或者幾萬的網絡警察才行。他們說在選舉期間，如果在網上有什麼論壇啊那些，就要給所有候選人公平的時間。我都不知道他是怎樣去執行，我會出席他們的公聽會啦，我亦都話俾阿馮官聽咧，即係唔好搞啲咁嘢啦。網上嘅嘢係千變萬化，我哋亦都係好珍惜網絡嘅自由，尤其是睇見內地咁多人民咧係攞唔到資訊，所以咧，我想話俾選管會，話俾特區政府聽，網絡自由係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之一，我哋係唔容許佢侵犯嘅，所以其他嘢。令到選舉是廉潔公正，我們是會支持，但是網上的東西呢，我希望是給一個最大的空間給它發展，那我當然也希望在網上的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啦。我們香港的文化，我們的核心價值，我們是希望呢特區政府是尊重，也都希望網上的朋友也都是尊重。